家好，我是阿 B， 现在是晚上的10:30，所以我们要来吃宵夜，耶！既然要吃宵夜呢，那我还特地刚刚去便利商店买了最近刚新上市的一些产品。首先嘞，看一下我们要什么开始介绍，先从零食来，来来来，这个啊是 Baby Star，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这个是那个台湾应该也有啊，叫 Baby Star， 它现在长这样，粗条的，感觉看起来不好吃哦。而且啊，它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两种口味。鸡啦，然后一个是，这是啥？这个是辣的，然后这个是鸡辣。它其实是从拉面来的，像这个啊，这个北极拉面啊，它其实蒙古汤面还蛮有名的，就是他们家的拉面啊是超级辣，然后北极就是最高等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就是一般啦。这个它就是一般的蒙古汤面的那个，它汤面的那个味道。其他还有像日本的这个，它这个是应该算炒面吧，日式炒面啊。然后它这边还特地出了一个宵夜用炒面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包装好像比一般的泡面有小一点，可能是专门宵夜用吧。其他呢，我还发现这个姜，因为既然是冬天的话，那这种草莓巧克力啊就出的还蛮多的，那就很厉害，有没有很好吃的样子？还有嘞，这个其实不是新产品了，但是因为是冬天嘛，所以它这个草莓大福啊里面有草莓。我在想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马路过多一季过多喝一杯苦力米粒，好吧，大概只有颜色不一样。那后面呢，因为要3分钟，而且还要泡，好麻烦。我们现在吃零食哈，这个跟刚刚的那个，跟这两个比起来啊，感觉上应该是这个比较辣，然后这个是一般。我们来吃一下这个，整个味道就不一样，这个一整个是那种很呛鼻的那种辣味。
而且它的颜色其实差蛮多的耶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这边呢，感觉颜色比较淡，看得出来吗？这边呢，感觉颜色比较淡，然后呢，这边感觉颜色比较深，有哦，有差别哦。我们来吃吃看这边的。
手势哦。来哟、哦！啊，我好饿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惨了，因为我刚刚被那个 Baby Star 的那个辣到嘴巴，好像有点没有感觉，舌头。到这边哦，我要专心来吃我的泡面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拜拜。